收睇今个星期嘅 Weather Girl， 我系 Cherry， 今次同大家第一次见面。嚟紧星期一，多云，间中有阳光，温度23到28度。星期二，多云，间中都有阳光，温度23到28度。星期三，多云，间中有阳光，温度23到28度。星期四，有阵雨，温度23到27度。星期五，都有阵雨喎。温度23到27度。星期六，多云，间中有阵雨，温度23到27度。星期日，多云，温度23到19度。睇完今个礼拜嘅天气咧，嚟紧仲有 Cherry 嘅小贴士，大家唔好行开啦。最近的天气虽然是多云，但都要记得擦防晒。紫外线有分三种 ABC， 紫外线 A 就会加速皮肤老化，会有皱纹和会晒黑，紫外线 B 就导致皮肤癌的元凶之一。今个礼拜 Cherry 的小贴士就是记得留意买防晒霜的时候上面的 PA 值加号越多，就代表防晒效力越多。好啦，今个星期 Cherry 的小贴士就分享到这里，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见面，拜拜。Good.